张鲲鹏获得开球选中权。各位观众，欢迎您通过熊猫 TV 平台观看中国石家庄2018乔氏杯中式八球国际公开赛中国区选拔赛第三阶段48-12双败淘汰的 TV 台现场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苏新元。大家好，我是张庆勇。张指导下午好。阿苏你好。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着深色上衣的来自内蒙古的球手王耕墨，对阵右侧着浅色上衣的来自黑龙江的球手张鲲鹏。比赛进入到第三阶段，赛制已经改为25局13胜14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也可以说我们的中国区选拔赛进入到第三阶段，也进入到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经过第三阶段之后，虽然是双败淘汰，胜部决出六人晋级到正赛，败部决出六人晋级到正赛。那么想晋级到正赛的选手，在胜部的话必须得连赢三场，在败部的话至少得5场4胜，对，才可以晋级到我们12号的国际公开赛的正赛。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呢，就是在进入正赛这段阶段呢，河北省省运会的8号、9号、10号，包括11号的这个彩排的时间，这个进入到正赛的名单球员是免费提供住宿环境，对，免费提供住宿环境，并且有一定金额的餐费的补助，对的，这也是一个对于进入正赛选手的一个褒奖吧，对。好，那咱们再回来看比赛。是的，张鲲鹏1996年出生，非常年轻的优秀的选手，而且他其实整体来说进入到咱们的职业联赛里边时间还不是特别长，没错，没有说达到什么5年以上啊、8年以上这种，但是他的这种上升的势头跟速度啊，对，非常猛，呈几何式的增长。总决赛亚军，总决赛亚军，对吧？这两个桂冠就已经是分量不轻了啊！分站赛冠军，没错，2017年的青海西宁站，对，以及我们今年的第一站山东临沂站是亚军啊，青海西宁是冠军。这么年轻啊，就是冠军、亚军、亚军、冠军。是的，总决赛里边呢又拿了两个亚军，没错。前途不可限量。两位选手都是属于进攻能力超强的选手，就看谁啊在13胜的比赛当中，在前半部分率先把火力的这个档位啊调到最高，然后通过自己强大的火力压制住对手的同时建立起稳固的领先优势，那么在后面的比赛就很轻松了。10秒延时，看要不要抓一个细位啊？一打一 K， 然后8号中带了，有角度顶黄衣，没角度低杆停那里了，可以顶一下，轻轻一 K 借球定位，稍微带一些力，打出分离角就可以了。第一局张鲲鹏胜，比分1-0，开局青台。
第二局王耕墨开球。同样也是有球进袋，对，来自内蒙古的球手王耕墨，熟悉他的球迷们都知道，这也是一位驰骋多年的中式八球球员，对的，也是打进过32强的种子选手啊。那么曾经在2014-2015年有一段时间啊，稍稍淡出了一下，大师赛，从2017年陆陆续续回归，对，在内蒙古也是顶尖的球员啊，像在内蒙的话，我们稍微再往年代久一点的球员身上去提啊，比如说像李铁刚，对，是吧？然后王小倩、王耕墨、刘海涛，甚至于说再年轻点刘超、马海涛，很多啊，内蒙球员。年轻一点还有朝龙门，没错，张悦，非常多啊。苏林日也应该算吧？对，大学生冠军啊。朝龙门还分大朝龙门、小朝龙门的，是的，对吧？是按年龄来分的。还有特日格勒，对，没错，特日格勒。所以说，内蒙跟天津是一样啊，是这个非东三省地区中式八球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山东，像你昨天说的， 对吧？10号底带，15中带，那后面15叫黑八的话，也没必要非常叫特别好。比如说，叫的稍微靠中线往下一点点，只要黑八够薄就可以了。这黄衣的位置是非常碍事的。不强求啊，左边中带，够打就好。这杆球打完之后，白球还不会掉带。左边上网有6，右边有7号。第二局王耕墨胜，比分1-1，开局清彩。第三局张坤鹏开球。两位进攻球员啊，这一上来就是火力全开，对，各自完成清台。这盘炸的局面又是不错啊！花球定颜色，左边12号，上方9。哇，抓了一个后点进球啊！
下面这几个花球主要就是黄一啊，右上方的那一颗啊。看这杆十二号，打进过来，走两库，再走十五号，叫到位，叫直，低杆往回点，十二球左边中带。你看这角度是不是支持啊？一点点像屏幕上方的角度，感觉要顶啊。对，多了一点点，叫中带。这杆球呢是必须要往回退一点点的，用带口的十一去叫上方的另外一颗花球。因为纯靠推杆往前走，它白球的分离角是往右侧来走，不是一个往上自然的角度。手架这还有点别扭啊，那尽量避免啊。顶低杆打进之后呢，弹左边边库啊，叫到开球线或者是过开球线啊。高杆就是走两库。哎，力量，哎呦，斯诺克了吧？来吧 ，jump， 跳球。先比跳。好球！很轻松啊，但是在好球的同时啊，还是要尽量避免给自己出难题啊。这就是特殊球、技巧球具备一定的功力，关键时刻呢，能够化险为夷。对。第三局，张坤鹏胜，比分2-1，开局清台。第四局，汪戈墨开球。没问题。扭球进中带啊，三球过线没有问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选手，歌唱得很好，是吧？嗓子倍儿亮，唱的悟空啊，不比戴荃差。领略过啊。哎，张坤鹏也一样啊，也是高端的游戏玩家。高端游戏玩家，多才多艺是吧？对。啊，手机、电脑、手游玩得非常好。手游、电脑都可以啊。不把电脑 CPU 打热了是不算。结束，特意买了一个笔记本儿，到哪儿都带着。20000多的外星人，那不一定了啊，不一定，咱不知道啊，也可能是地球人。但是在咱们中八界里边，这个歌喉啊，特别惊艳的有好几位男歌手，像奚宏宇啊，对，还有这个我听过夏红颜啊，我也听过，都不错。还有张指导。
嗯，我自己也唱过，不错，男中音啊，非常的这个浑厚。马志宇也行，马志宇也行。然后西红柿跟夏红颜的现场，我们都是有切磋的啊，确实不错。但他们都喜欢唱粤语歌啊，这个，哎呀，我这就口条不好。七零后的有些这个怀旧的概念嘛，啊，以前就是这种什么金曲、宝丽金金曲，啊，对吧，啊？金曲里边就好多像这个谭咏麟啊、李克勤呐，啊，对吧？等等，张国荣啊这种。是。那那个年代的时候，其实就是粤语比较多，国语比较少。后面为了咱们大陆人听了各边特别清楚，说还听不懂啊，怎么办？才有的国语。是的。老谢也不错吧，谢兆辉。谢兆辉是吧？啊，嗯，也可以。我印象里在哪一年？嗯，是在2006-2007左右，在这个内蒙打过一次的这个乔氏杯的比赛。是的，有。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乔氏杯的比赛就不是咱们，也是这个大师赛的前身啊。前身。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嗯。有招待的酒席。就是聚餐。啊，对。在比赛前一天招待的酒席，那个时候咱们这个乔氏大师赛的这个厂家的创始人乔延许先生，嗯，啊，他会呢带着大家在一个大型的饭店里边去聚餐，然后呢，内蒙那一次呢是有一个小的歌舞台在这个酒店里边的前面放了，啊，好像那一次，谢兆辉好像唱过一次，我印象里有，挺有意思的。其实啊，说到这儿。其实咱们也可以建议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大师赛也好，公开赛也好，嗯，这是一个赛季嘛，嗯，每年的三四月份打到来年的一月份，嗯，这将近10个月、11个月的时间，其实可以做一个年终的一个所谓类似于这个奥斯卡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颁奖典礼也好，这一年奖励一下球员，年终 MVP，啊，对这种性质的哈。观众朋友们，球员的一个年会，球员的年会。观众朋友们平时看的都是球桌上啊，可能看的有一些乏味跟审美疲劳了，想了解一下球员们背后的生活，对吧？或者说他们的这个一些才艺啊等等。嗯，其实我倒觉得这不妨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尝试一下商机，或者说一个很好的宣传这个项目。对，不是只有说台球上的这些东西。把更真实的一面呢展现给大家，对，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球员。那可能第一年是这个，网络直播；第二年直播；三年之后，当它形成了一个固定的 IP、固定的一个奖项之后，它代表着这个项目的权威，一个聚会，嗯，对吧？更好的能够表彰这一年球员们辛辛苦苦的工作，对吧？做一个一年的收官，第二年的开始。哎呦，八号球没有了，看能不能借力啊？借力或者包中带。对，其实他本意也是往前要蹬，要包中带的啊。包了。张鲲鹏的机会啊，对，这个局面就不用再控盘了啊，直接进攻就好10秒，延时。这就一上手，并没有选择73这边来进攻啊，而是选了左边的一个最好打的球。我这球还是有点轻。可以再过渡一个啊，中带高杆推向上或者低杆横台，低杆横台呢就是带一些保守的空白球在里面啊，不进停在这边，你黑八也不会好打。
没问题，调整过来了。上手有机会看黄衣啊，左边中带，感觉黑八也是没完全挡住带口。大方向呢，可以奔着这个一六中间啊。嗯。比如说，你先叫到五都没关系啊，这种球。没错。这个位置最舒服。啊，六五八。不强求。第四局，张坤鹏胜，比分3-1。第五局，张坤鹏开球。这杆炸球是没有球进啊。局面也还不错啊，下边主要就是在摆球附近的这个八号球附近这几颗球，上手十五号，看要不要先去解决下方的十二号球，带一下出来。这边底带有吗？看要不要一个比较精确的线路，大十，然后反弹边库过来啊，顶一下四，这是比较冒险的打法。对，想肯定是要想了，嗯，一定要奔青台打的话，必须要去解决开十二号的这个问题。看看啊，二号有没有挡带口。是这个意图啊，嗯，肯定是要撞开四或者二的。做防守了，没办法啊。不好拼了。漏了一个远线的二号球底带啊。可
看要不要攻。如果守的话，可以打三号球啊，让主球尝试往四号球下方来放。三号球包边啊，下来，用六四十秒去挡。延时。打一，也是过来来放。这球是有机会的啊，直接发力过去来 K 球堆了。没有这么尝试，那看来五号球右上方是够啊。刚才我的判断是五号球不够，看这个画面里应该是够的。嗯，够够够。那角度上打完之后有黄衣，黄衣从里边有机会可以带下下方的花球，这样七号球能 K 出来，左边有中带，下边有二号球可以衔接。嗯，最好是能够 K 到上方的薄边啊。要 K 整颗容易停到右边。哎呦，他也是这么想的，但这个杆法不够低啊。肯定是要 K 的，就是杆法判断上出问题了。再量一个，最后实在没办法的，叫七号中带的位置啊，这也是没有招了。最后实在是不好，可以只能去叫到上方，打下边的带口。十秒，没有延时的。五、四、三。D 大，撞三，看效果，还行啊，可以横向走。对，跳七。那这看细位啊，看功力如何了。你是叫到右边上方都够打，但是最好就是垂直向下的角度，一打一撞九，然后二号球刚好可以过渡。有赛啊，好球，旋转力度拿捏的刚刚好。在横向叫中带就可以了，继续低杆减速啊。第五局，张坤捧胜，比分4-1。
第六局，王耕墨开球。还可以接受啊。起码一号球还可以大角度包球，如果走到二跟十四号球中间上去啊，看有机会能不能衔接一下七号，他一定得判断好七号球右侧中带有没有下球线了，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小力推上来之后啊，做三二衔接再衔接七，我们这么走出来的话还能不能看到啊，就五号球右下方底带感觉被二号球挡住了带口啊，而且这边有问题了，看要不要组合啊，是组合还是单打，看来是够，小心手架，有这个位置还是有些向上，高杆横向推过来或者直接低杆往上叫，看那种方式能够将七号球尽量的叫成角度比较直啊，距离比较近的位置，小了，最好的位置就是十四号左边的地方啊，但那个位置有点难拿，对，怕走过，对，控制不好，怕出问题就瞎了，现在起码还能拼，走两库吧，又怕力量猛，弹两库出来卸不住力，这杆低杆一定要打出来啊，避过中带带口，难打，关键是角度叫得太别扭了。是的，而且七号球这个位置也没有对张鲲鹏的任何球啊形成牵制，又是一个很开放的啊收官的局面。再走，没问题。十号高杆正常推啊，叫十四，然后左边十一号向上，中带可以最后留一颗十三，向下叫黑八也可以。十号、十四、十一向上，十二、十五，中带十三下来。十四低杆往回推一点点，叫到大概比现在这白球位置稍微靠上一点就可以了。这一上来啊，两个人还是把自己的风格都打出来了。王耕墨也是进攻的基调啊。对。但是在第三盘，就是在第二个自己第二个冲球关键局的时候，对，率先的失误，那随后呢，像类似这样的失误就比较多。是的。导致比分落后。这有点像之前上午的 TV 台，孙宏瑞跟金俊的比赛。一上来两个人状态也非常好，都是各自一个炸青，
那在随后的比赛，孙宏瑞的失误就开始增多，张钦俊这边一次一次利用对方的失误去惩罚对方，比分瞬间被拉开了。而张坤鹏就更甭说了，准度结合突击的打法，一旦你像一波流一样、啊、一波流一样、嗯、几个回合之后你再回头看的时候，比分领先太多了，太多了。我们看这瞬间就造成了五比一了啊。第六局张坤鹏胜，比分五比一。第七局张坤鹏开球。这一盘炸球也是非常惊险啊，一个中带挤压有球进啊。这球开的稍微有一些收啊。嗯。主要是留九号球的角度。带一些左侧的旋转啊，嗯，带开，效果刚刚好。角度，那过来看一看十五号左边带口的一个情况，那完全够下。嗯，角度合适就高杆推弹起来啊，或者比较直就低杆往回退一点点。刘欢非常有经验啊，那这个就是有经验的裁判啊。关键球擦的时候，模棱两可的球，退一步先看一眼，够打没问题，我给你擦。将将要似够非够啊，对不起，擦不了。在我们的裁判团队当中，有几位男裁判是？第七局张坤鹏胜，比分六比一，开局清台。场外观众请将手机调为静音或关闭状态。
第八局，王耕墨开球。看样子要大力炸了啊！嗯，还是进行冲球，并且有球进中袋，没问题。王耕墨这一边还是要提高自己进攻的稳定性。对，白球到位率啊，对，打成功率，打青苔率，没有很多的中盘啊，这都是在你进攻的时候突然间断掉了啊。花色球入局，就尽量的跟十二号球做的直一点啊，角度小一点，这样便于自己下来啊，衔接十三跟九号。十三号球左下方底带是够打啊，那一个顺时针掏上去，最后用十一过渡八，八号球右下方底带，停。这个角度。还可以小力推啊，打十三的话，好球，正常高杆弹上去行了，对，就可以了，中带有球。八局，王耕墨胜，比分2-6，开球清台。第九局，张坤鹏开球。非常有标志性的冲球啊！嗯，两颗球进中袋，白球呢先分离，再出旋转摩擦抵消这个力量，停到球台中间。看人家这冲球，跟我自己玩的冲球，感觉玩的不是一个项目，是吗？为什么我们冲完之后总有球贴库，总有鞋球连在一起？首先问一下，你用的是摆球纸吗？不是，对吧？啊，摆球纸你用的不是，等于说你摆的这个紧密程度不一样，不太一样。然后台布，对，可能又不一样，新旧程度啊，库边的弹性。还有，你是不是摆到了31.5公分乘以2的点位上？对吧？对。
因为我们在俱乐部里边画线画点，可能直接就是两个中带的对角线一量，好，中心点交叉那个位置，对，拿这个白色的这个笔轻轻一点，然后就按这样去摆了，没那么严谨，对。那张工鹏也是一上来把下面两个难题解决了，对，那八号就周围更开阔，对，左下啊，右中，后面两个最好叫的位置，现在是探身，小心身下别碰球，带低杆横向走，没问题啊，张工鹏还是比较瘦的，嗯，身高也够，嗯，85、86的身高正合适。这个球的话，就是你右塞要尽量带多点，就是你一定要尽量的停在黄衣上方，不要停在黄衣左边。是的，他也知道，所以空力了。那这个角度合适，轻推，右边中带上方弹扣起来就行了。有把握带右侧旋转呢，就将这个白球跟黑八能较近一点，但是力量不要太重。选择最稳妥的方式了。那看来张鲲鹏是要带着这个五局的优势啊，进入到官方暂停了。第九局，张鲲鹏胜，比分7-2，开局清台，暂停10分钟。
暂停过后回来看比赛，一上来开球有球进，中袋有球，底袋也有。选球，五号右边中袋，白球往下推，推过来横向有四号球可以衔接。轻推叫六，那六号左下角底袋，用四号再去叫屏幕右下方的二号七号球，而且这杆六号球看看有没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比如高杆直接推过来叫三，后面过渡也没问题啊，比如用七来去叫这个红三啊，红三最后叫黑八，那就半台来打，六四二七三八，那直接推过来的话就需要后面再去向上把四号球再解决，这一杆就稍微出了点小问题，对，不能用杆法了，只能高杆轻推。就我们在常说的杆法，杆法就是白球打点的高低啊，高低左右，并且十一号球这边轻借也是可以轻轻借一下，又是在先手的时候出现进攻的问题，这种进攻的问题是你不会带有任何的防守意图的，给自己走位啊。对，那经常比如说在斯诺克环境里边，就是打彩球可以红球推，彩球没打进，红球走的位开了，对，这种失误是比较致命的啊。对，你要说我就是打带跑或者连攻带守都还可以的，起码带一定的防守意图在里面，你这种是完全孤注一掷的去进攻，出现问题的话对手是会惩罚你的。主要一上手这红三啊，离袋口稍稍往右有点近，不是特别好轻借下，有难度啊，多数是停在那儿。看要不要打三包边啊，白球去带进带口球，肯定是要控制的，然后用三去挡十四号，去挡这个十号球，用二去封住左上方的线路，力度拿捏啊，计算好三号球弹库之后的这个封住的位置，不算好，中长台啊，平一杆，十三右上角，再利用低杆下来叫到二八缝隙中间，十号球左边底带，后面这个黑八还是要看九号球角度啊，来去调右中还是左底。稍稍有点直，这杆球可以稍微大胆一点，有右塞高杆走两库，叫九号球叫一个自然向下的角度。这个局面，张鹏鹏很难再给黄耕墨站起来的机会了，还是应该大点力啊。可以吃两脚，对，对，走两脚了，只能啊，左下角底带。注意别吃得太深啊，
谈的是大角度。对，这个杆球主要就是高杆上去啊，用右塞来走。嗯。合适。第十局，张坤鹏胜，比分8-2。11局，张坤鹏开球。你看，瞬间这个比分差距都6局了。而且这盘花球还行啊，14左上角红杉也是应该是没有打，一上来是一个11号的薄球，嗯，而下边的15左边底带、9号右边底带都有下。选单侧呢，这盘球有难度啊，7号球呢是两边都没有。上手是很好选，比如右边5号中带，左上方红杉底带啊，左边4号中带。但是从全局观上来看，还是打花球。算上这本局啊，是第9局了啊！现在，张坤鹏只有一杆球啊，出现了进攻的小问题，就是刚才借力右下方底带的时候，对，没借进啊。这个球，其他的这个击打，基本上是100%啊，没有失误。确实不好借那杆球啊。那勉强就把那一杆算作一个没进球吧，或者是失误啊，或者怎么样。但前面的发挥，只要他上手，对手都。没有机会。嗯。啊，这杆球叫的没太强球啊，上方这个位置还能打。这让我想起了咱们今年年初的总决赛，他跟郑宇博的这个冠亚军决赛的时候，郑宇博的进球成功率，当时我也在做统计画正字啊。嗯。94%。张坤鹏是多少？92%，就差2%的。两个点位就输掉了比赛，差着毫厘呀。嗯，但是正规来讲，或者说咱们正常来讲，在决赛当中，一方的选手击球成功率超过90%，他基本上是冠军了，非常强，对吧？但两位选手都能保持在90%以上的进球成功率，这个比赛非常精彩，也可见两个人进攻火力啊，代表多强，中式八球的比较顶尖的水平。嗯。够不到叫加长把，用一个比较轻的力量推进，还是不要去破坏球形了，尽量的。很清楚啊，对，这杆球还是有角度，再推起来，类似于现在这个位置，或者是叫到屏幕右边打左边中带下低杆啊，都可以。高杆右边中带，低杆左边中带啊。直接叫了个相反的底带。这么打就能把力放出去。对，更开放一点的一个打法。不收力啊。
十一局张坤鹏胜，比分9-2，开球青台。十二局，汪戈墨开球。刚才画面里面也是给出来这个炸青啊和接青的这个比分啊，那这边张功鹏还是领先非常多的。是的，基本上他上手之后，对手就只有一次有机会再打，剩下都没有机会。利用低杆横向，哎，又是出问题了。张坤鹏实操啊，被连打带下，小力打进了，继续进攻，不进停带口。画面上的左边啊，还有一个边扣的9号球，也是后边的一个难度。看一下，王庚墨啊，翻底没有帮进，破坏过来，13漏了，还把对方那颗球带活了。张国鹏这边主要就是看左边的扣边9号了啊。不算好，白球稍稍有点靠过边，上方15号球感觉上还是有一点点直啊。考虑到9号跟8号这个位置关系，可以最后啊用9号去过渡8号，就当一个备选方案吧。这是比较难的一个球啊。嗯。左上方还有底带，直接过来了啊！那这一杆跟黑八性质是一样的，有机会可以打得进向上啊，交到位15号，包括10号球中带，那这一盘还是可以有机会拿下，一杆准度的问题，还是把压力球留到前面了。嗯。
面王耕耕啊，二号球中袋。白球要规避开右下角底袋，抬高杆尾，关键边库五号。并且打完之后一定要避开九号球啊，尽量的叫相反的底带。翻中还是保底，选一个保底的话，白球从上边还要绕库再下来啊，翻中的话直接找好角度下一点低杆，能翻进八号球刚好右边中袋了。看这个架势啊，还要保，嗯，要发力啊。绕球台看效果，中袋还能打。难度很大的一杆球啊，难，看似简单，对，其实背负的压力就导致这个球不简单了啊，相当难的一杆球。这一杆有可能直接送张鹏鹏上赛点了。在这个抢十三的比赛啊，哪一方率先到两位数啊，其实在心理上占有很大优势，对，一种心理暗示啊，过十十一十二，对，而且还是限时赛，对，嗯，稍稍有一些判断失误啊，打点有一些低，这高杆前冲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啊，打出一个蹬高杆的效果啊，蹬杆的效果，但是准度好啊，调回来。十二局张鲲鹏胜，比分10-2。三局张鲲鹏开球，
盯颜色，选单色。下方三颗球，八号球左边下方底带基本上可以作为最后一个选球的带口啊。看打四、打六，上去之后呢，争取可以叫到上方的七号啊，或者是五号球。然后右边中带的二号球可以作为后面的一个衔接黑八。这杆球杆法没太敢用啊，这不够低，看角度啊，是高杆走两库还是直接低杆往回拉啊？直的话就下低杆，一点点向屏幕左边角度呢，我们这杆还是强力蹬，打七，叫一，一叫二。二号球不要叫成大角度啊，一定要尽量叫直。下低杆横向走，没问题啊。继续啊，还是中低杆轻点，有角度就往下蹬一点点。十三局，张鹏鹏胜，比分11-2，开球清台。十四局，王耕墨开球。单色，这个球红三横向这个位置打完之后，二一可能也是一个组合，而且左边边库上的十五号球是很碍事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球有把握啊，七号球可以尝试一杆，打完之后白球往上啊，中高杆往上蹬一点，然后用四再下来，用五再来过渡，就是七四五向下。10秒。因为你把这个红三打完之后呢，下方呢二一可能是不太好去叫了，然后如果上手的直接打五叫七，中间衔接球又少了一颗。看张文鹏啊，打三，强行 K， 有效果还算可以吧？有一个效果，那你二号呢？还是再来从下方再绕上去，对吧？能不能从下方走两库啊？但，哎。不行啊，非常直，那上去了只能，二号球留在后面去叫了，这也就注定了，对，注定了这个五号球还是不敢动。
如果你要动五的话，就得五七四下来，用四叫二，你看看这有多难。只能打七，打三过来，强制调整的话，有点稍微强制。对，关键也是比分领先太多了。对，他有这资本可以稍微打一打，开放一点。哦，这百步穿杨啊，这打开了，这是，那没办法。能力强啊。关键球，走一个 Z 字形啊，或者是一个非常酷炫的底杆，横向之后带着大弧线挂，要不然毁天灭地一样。对，我觉得还是走 Z 字形。左塞，高杆啊，强行蹬，对，走这个合适。缝隙再往下走没有了，贴上了。本来没有十二还好点，是，十二号一来只能叫到十二号下边。犯规了，还运气还不错。对，犯规同时剩个黑八，对手有压力了啊。这就差之毫厘啊。K 上来，好球啊！右边十四，来看那个角度，如果特别直的话，还是底杆往回退吧。用十五号再来过渡，有角度向屏幕的右边啊。来高杆，依旧是中杆啊。其实我们的转播团队啊，在这个字幕上可以稍微尝试一下改变啊，就是说上场击球的球员的名字是亮的，然后场下的球员呢是稍微名字颜色暗一点，就类似于斯诺克。我们用的是箭头。对，箭头的话，可能尤其是一些刚开始接触到我们这比赛当中的观众啊，可能不太明白。他觉得可能有点小，看不见、啊。对，看不见或者找不到，一时有一些不明就里。看看能不能在以后的这个软件上啊，或者说在这个设备上稍微加一些改进，可能这样的话更对这些爱好者啊或者观众来讲更稍微的亲善一点。又是关键球啊！对，防守还是拼翻。
这也是比分落后比较多啊，自己有一些失控啊。在频繁中，四局，汪公墨胜，比分3-11。15局，张坤鹏盖球。比赛是25局13胜，现在张坤鹏是11-3领先内蒙古的球手王耕墨。本场比赛获胜的一方将进入到胜部，落败的一方呢将跌入到败部。这一杆还有进攻，对，解决了一个难度啊，有机会右边14号可以借敲力，让13右边地带后面可以进攻。听到了，听到了，可能是心灵感应。其实这么打是最合理的啊。这一借啊，没借好。王公墨这盘球想赢，哎呀，还是真的难啊！6号球红三，7号、4号，光上来把这个5号跟黄一打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还要拼，啊，再来。6号，直接高杆往屏幕下方走，直接来叫3。啊，是不是要热身？要热身的话，就尽量的去攻一些球啊。那毕竟双败嘛。对。好球。好球，那再来。打到这儿了，就不能停了。嗯。强行带着一些左赛的杆法，保红三，直接啊养了一杆，还是说比较稳啊，呵呵，没有冲动啊。张坤鹏啊，12号这边能不能借红三力啊？没有奔进的，这个球有机会借下，但是他的意图就是先防一杆啊。
漏了一个机会啊。不出意外的话，张鲲鹏应该是率先进入到赛点了。从四号就右侧啊，弹边库上去，尽量形成十号、十五号一个小三角啊。这么打抓个细位也还可以。低杆就是中带，定杆就是底带啊。低杆左边中带，率先进入到赛点了。比赛时间过半，十五局张鲲鹏胜，比分12-3。16局，王耕墨开始。进入到比赛的第三阶段，是48进12，也是中国区选拔赛最后一个阶段。双败淘汰呢，胜部决出6人晋级到正赛，败部决出6人晋级到正赛。对，在胜部呢，必须要连胜3场，才可以以胜部的身份啊晋级。如果说啊，你中间落败的话，就是打5场比赛，要胜4场。是的。简单说吧，胜部晋级胜3场啊，败部晋级打5场。所以说到了败部啊，对于精力体力的消耗是巨大的，这也是双败赛制的残酷性。嗯，这2库出来杆法还是不够低，红三有没有挡住啊？左边带口的这颗球确实看不到了，14。有时没打进，右边中带漏球了。
一 K， 看效果，还不错啊。上方五号球还能再过渡。红三也能看得到。是不是有一点点的障碍啊？没问题。但走到这儿呢，打二又是架杆的位置不舒服了。继续啊，在张在张鲲鹏这个小组啊，本场比赛张鲲鹏跟王根墨的胜者将对阵呢汪洋跟王鹏的胜者。也很有意思啊，这张鲲鹏王鹏两位梦之队球员呢也是抽到了一起。六号啊，还可以蹬两库上来啊，中低杆右塞。上去再下来，或者轻轻推啊，选一种方式。关键八号打进。获得胜利。那么下一时段比赛呢，是在下午的3:30，我们到时再见。稍后见各位。